投资朋友圈，距离您的投资决定，我是段杰，在我们身边有 Kimmy 陪我们一起来聊投资方面的问题啊。今天有家庭观众温女士打电话过来的，我们来关心一下她想问的是哪只股份。温女士，早上好。下午好，下午好。喂喂，温女士，是您啦。系啊，我想问939，我想入货咩价钱入货？而家我问。哦，好。温女士很清楚啊，想买建设银行。嗯，今天也跌蛮多的，会建议怎么样建议她买入？我会建议她如果现在去买的话，也就是河西的，因为你看见今天就是建行啊，它最低的话就是尝试过6块这个水平，然后现在虽然在那个跌幅那方面有收窄，就是0.03这个水平，但是你看见好像是它现在那个股价图的跌幅已经回到当时还没有股价上扬的那个情况。当时你看见股价上扬的话也差不多到6块以下的那个水平，我自己认为本身有关的法案的话，香港的法案也不会对那个内银股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如果就是三大内银股的话，中行就不要去买了，因为原油股的那个实践其实对公司的薄背那方面一定会有影响，对客户的赔偿。对，这是可以想象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自己认为939就是比较最好的，虽然可能是有一点影响，就是我们会比较蛮担心，就是银行的贷款那方面可能会有一点影响，因为国内的那个经济可能现在在复苏嘛，也有蛮多人可能是违约那方面的情况出现。但是我认为中国也会做那个杠准，也看见今年上半年杠准那方面是蛮多的，所以现在买入的话，我自己认为拨那个反弹是没有问题。我自己也认为也不会回到就是5.9以下的那个水平。因为你看见它今天的跌幅就是还可以控制到那个技术那方面，还是在那个6块做那个比较蛮大的支持点。如果现在是0.03的话，我还是认为今天买入也可以的。嗯，好，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跌势下面啊，可以拨反弹，或者是也比较稳健的一个选择。但是今天我注意到一件事情啊，就是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到说，希望一些银行它接下来能够做更多的中小微企业的贷款，甚至说它的中小微企业贷款的比例要去到40%这样之多。那会不会担心长远来看对于一些内地银行的一个质素啊，多多少少会产生一些压力呢？嗯，其实我认为那个压力是可控的，因为我认为为什么现在就是国内他们会出有关的那个就是支持的那个政策呢，就是他们想把那个经济快一点，就是有那个恢复。对，真的是稳民生、稳经就业、稳经济，就是这个是他们真的要做的一件事情。对，我自己是蛮担心，就是如果一些比较小的一些银行或者是农民银行啊，他们是比较小的，没有四大银行那么大的话，其实呢对他们的那个我可以说不能贷款率那方面的影响可能是蛮高。但是建行的话，本身我看见它对比就是农业银行，或者是对比那个我们说的中行，它在那个不能贷款率那方面就是比较低一点，然后也看见它本身在股价那方面也就是表现对比1288或者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3988也就是比较好一点的。所以我自己认为其实对那个银行的影响不会太大，或者是如果真的是比较蛮担心的话，就是中央银行也会相对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内银行也会有那个比较大的一个支持，或者是也会杠准，就是要他们要就是决定一下，就是流动性那方面就是比较稳定的。所以我在这一方面是认为问题也不会太大。嗯嗯，那也是看到这个如果还是承接刚刚的那个问题的话，看起来不是特别担心啊。那同样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中概股。最近其实中概股还是我们反复的热炒的一个话题，对于港股来说也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期许啊。那有些报告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包括高盛以及摩根士丹利呢，都是对于中概股的前景呢表达了关注。大摩呢那边就说，美国加大规管的前提下面，中概股的投资前景有可能还不及 A 股啊，因为下一步要留意中方是否会有报复的行动来应对美国在资本市场的打击。那大摩方面呢，就是说中方估计很快会在加快在在岸市场的一个改革，短期而言呢，就会有更多的中概股回流到香港。那高盛就说，美国的投资者目前手持的中概股市值大概有3500亿美元，如果要用200个交易日才能全部沽出啊，那个虽然往后呢发展很难预料啊，但是还是觉得说估计呢还是会来到香港这边的机会会大一点。很有意思啊，就是难道就真的去到这个地步吗？是不是在做一个最糟糕的一个考量，就是他们要全部沽出的话？我自己认为其实蛮大的机会真的是中概股会回到香港做那个第二市上市，或者是做那个重生的上市。因为你看见就是恒生指数贵啊，就是贵斗
贵度的那个检验那方面，他们已经开放了，就是把那个第二次上市的公司或者是同股不同权的公司也可以纳入到那个恒生指数。那其实呢，对一些好像是比较大的一些龙头的重概股，好像是京东那方面，对他们是比较有好处的。如果他们回来，他们也有面子，也可以进入到那个恒生指数蓝筹股那方面，对吧？然后也看在蓝筹股那方面事情的话，现在传统的一些金融的板块，或者是我们说的习平的一些板块，好像是中国旺旺啊这些呢，都已经比较落后的一些板块了。现在已经蛮多的一些新经济的股份应该要纳入到那个恒生指数那方面。所以我自己认为，在这个情况之下，还有就是美国本身他们就是对那个中国的重概股那方面，就是有很多的一些蛮多不太好的消息，好像是瑞幸咖啡本身说他应该要退市，然后说没有问题，就是令人就是很感觉很困扰，所以对一些重概股的公司也不是太好，所以他们未来我自己认为他们还是会回到那个香港那个做上市。但是对那个本身美国的投资者，如果他们是持有重概股的话怎么办呢？我自己认为应该他们是如果要做那个决定的话，如果真的是很多重概股回到那个香港做那个上市的话，其实美国那方面资金真的是很麻烦。因为我可以说，如果现在在美国投资的那方面的科技股比较领先的话，大部分也就是重概股，我们说的京东或者是百度或者是阿里巴巴，虽然现在已经做第二次上市，但是也有其他最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公司，他们就是在那个美国做上市的。所以如果在这一方面的话，是美国那方面他们是蛮害怕，他们可能只是再说一些事情，就是要打压一些中国的重概股，但是最后我自己认为他们也不想他们把所有的重概股回到香港上市，要不然就是把所有的一些资金就已经从美国那方面他们投资的一些重概股回到那个香港的话，其实对那个美国的一些投资者来讲，就是有一个比较蛮大的一些危机。但是你看阿里巴巴的那个情况，的确看到转仓的那个情况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位置啊。那另外还有一个因素是什么？就是高盛这次在报告里面也提到一个点，我觉得很有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的一个成交接下来慢慢的看到那个重心转移到它的这个第二市场去，超过五成半的一个成交量的话，那某些程度来说的话，这个第二上市也就变成了第一上市了。所以说这个也可能接下来会看到很多不同的一个变化，听起来就是还是对于港交所是蛮好的一件事情了。对，版面上面是今天的一些新经济的一些股份的下跌的一个幅度，普遍我们刚刚看到了比那个本地的一些股份，包括一些传统的金融股地产股，其实都要跌幅显得要略微小一点。但是同样啊，这样的大势这个情节之下，大家都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回落和调整的。阿里巴巴也是回到了200块钱以下。其实它是有新，就是新闻方面我看到有一些消息蛮有意思的，说是阿里接下来会用100亿元来布局物联网。就物联网这个概念不是小米一直在推的吗？我就在想是怎么样，就是小米的生意阿里巴巴也要来一起参与一下嘛。当然了，因为其实我自己认为最近阿里巴巴影响它股价最麻烦就是那个有关 SoftBank， 就是软银，它可能就是沽出有关的那个股份，因为你看见就是 SoftBank 它现在已经有那个亏损吧，所以它在资金那方面需求是蛮大，所以现在我猜想阿里巴巴应该要推出一些比较好的消息，就是把公司的股价就是整拓起来。那如果它真的是把它互联网的那方面的发展就是扩大或是做得更好的话，一定就是对阿里巴巴更好。因为你对比你看一下阿里巴巴本身，我们很多人蛮有信心的，所以很多人就是他会来香港做 IPO 的话，我们也买入他的股份。但是对比股王腾讯，它真的是比不上那个股王，因为现在真的是就是 SoftBank 那个沽出的那个消息，真的是蛮影响到就是那个阿里巴巴。所以我自己认为，阿里巴巴暂时的话，210块这个水平，非常大的压力，非常大的压力。其实很多人，我认识的很多投资者的朋友，他们现在在等 SoftBank 什么时候沽出有关的股份，然后他们才认为这个是阿里巴巴的底部的股价，他们才买入有关的那个股份。可能大家还是要再守候一下吧。那同样呢，有消息方面就是在说百度啊，而且百度的那个创办人其实最近也是在两会当中啊进一步的回应了相关的消息。传出来的消息呢是说百度有可能要从
纳斯达克交易所退市啊，那这样的消息好像让大家感觉更为震惊。为什么？因为我们之前只是觉得说啊，大家有可能先进行第二上市啊，没有想到百度以他的这个身份啊，竟然直接这么果断的说啊，我干脆要 delisting 啊。但是当然了，现在已经是否认了相关的消息啊。只是从那个消息的层面上面呢，百度的董事长李彦宏他在出席政协会议的时候就说，其实也是蛮关注到美国政府层面开始收紧对于中概股的这一方面的一个管制，而且内部呢正在研讨香港在内的第二次上市的这样的一个安排。那听起来就是没有否认了，基本上接下来也要做这件事情了，也是蛮政治正确的。但如果百度来港交所的话，你会有兴趣吗？我自己兴趣也不会太大，但是我认为他这个好惨啊，李彦宏。对，因为对比的话，其实你看见百度他在那个三大互联网的话，我们从前会说 BAT 对吧？但是好像是现在是ATM。就是不太好，百度，但是 ATM 就是最主要我们会说的那个事情。百度好像是我对它地图那一方面就是比较有兴趣的话，也没有看见它在那个网上互联网那方面有很大的那个发展。但是它这个后路我是同意的，你看见就是中芯国际981，它在美国退市，然后就是发一个声明说，我计划在 A 股做那个上市的话，你看见就是资金全都融入到它那面，所以我自己认为中概股回到香港上市，他们在那个资金的追捧，在那个港股或者在 A 股一定是有的，因为可能是过情，我们也会支持就是中国本身的本地的那个互联网的那方面的那个发展吧。所以我自己认为百度它没有否定，完全否定的话，只是说也会研究在香港做第二次上市的话，其实是合理的。那如果它真的是回到香港之后那个第二次上市，然后阿里巴巴真的是纳入到那个蓝筹股的话，百度也回来，也如果他不能够纳入到那个我们说的就是蓝筹股的话，他一定是蛮有压力的，因为对比他的那个 market capital 就是市值那一方面，真的是没有腾讯还有阿里巴巴那么高。还有我们现在对比的话，也会比较喜欢去投资美团或者是平安好医生，也比较好一点。所以真的好可怜啊，就百度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境地，我们也是在 BAT 的时代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啊。因为说实话，他也是其实很先发制人的这样的一个公司。那快看一下美团吧，汇丰方面呢继续加上了那个美团的目标价，由110块加到了153块，而且是维持买入建议的，看起来就是对于它的一个反弹还是很有信心啊。但目标价放在150多，我们那个一般的投资者现在在回落下来的一个情况下面，应该怎么样部署呢？回落下来，今天也是啊，跌了超过5%的一个状态，有把它的一个上升的势头给跌破吗？我可以说它今天出现的那个阴珠，也就是蛮大的跌幅，超过5%的那个水平，对上一次就是他公司的股价也就是跌超过5%，就是大概是2020年的大概就是应该是今年的3月份吧，也就是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阴柱，然后呢也没有看见过公司呢也有一个比较大的那个情况，也不断在那个股价那方面上扬，就是这一次的那个阴柱就是跟这一边就是一样。所以我自己认为呢，美团集团呢它应该的回调大部分我自己认为是在5%-10%的那个水平，就可以有那个明显的 rebound， 就是那个股价的那个反弹。那你问我现在是不是应该要买入的话，再等一下周一的那个情况，看一看它今天收盘的情况。我看见它如果今天最低的话118块，现在121块，已经看见就是资金不断在买入了。那我认为如果它真的是再穿120块以下的，就可以去买，因为118块就是一个比较今天明显的支持点。再看一下就是周末的时候有关香港的一些消息，会不会影响到周一港股的表现。好啊，那我们先去下广告，广告过后我们再聊。